铁块盾牌僵尸，一个非常奇特的僵尸。当他遇到植物时，会像巨人那样把植物砸扁，并且砸扁植物后还会召唤鸡蛋打掉植物。那如果他获得100万血量，哪些组合能打败他呢？组合一，90个砖块投手；组合二，全瓶水桶岩浆炸弹；组合三，120个冰钻地刺；组合四，一个橄榄推车；组合一。2000 years later. 组合二，组合三。组合四。